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呀，我们和面包超人用彩泥制作各种小动物。今天呢，我们将会学习到颜色和认识小动物。小朋友们一起玩吧。这是蓝色的彩泥，取点蓝色的彩泥出来。用彩泥的盖子把它压一压，把彩泥压平，把滚筒放上去，印出一只小动物出来。修理一下，这是一只什么小动物？小朋友们有认得吗？是一只蓝色的小熊，好可爱的小熊。这是蓝绿色的彩泥，取一点蓝绿色彩泥。压平，这次换一只动物，一只什么动物好呢？这只动物吧，这是只什么动物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印出来了之后才会知道哦。小朋友们一起来猜一猜。哇，它有长长的鼻子，知道是什么动物了吗？是大象。这是橙色，压平。用模具用力一点压下去，好了，把它取出来吧。看看这像一只什么动物呢？有大大的耳朵，喜欢吃胡萝卜，是小兔子。这是紫色，制作一只什么动物呢？有长长的脖子，是鹅。我们平时见到的鹅都是白色的，对吧？今天呀，制作了一个特别的紫色的鹅，
这是绿色的。又制作出了一只鹅，这是红色。小心一点，把它取出来。它有大大的夹子，有八条腿。猜到什么了吗？是螃蟹，对吧？红红的大螃蟹。接下来还是用蓝色的彩泥。这是一只海里面的生物，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它，动物园里也经常见到，是可爱的海豚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认得这些彩泥的颜色和这些动物了吗？我们今天和面包超人玩彩泥就玩到这儿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，我们每天有更新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